荷兰人是世界的商业民族，所以把糖卖去给日本，卖去给伊朗，所以我们台湾为荷兰时代开始就是台湾钱银卡包，到今天一样台湾钱银卡包，请问，你有给钱银到吗？没咧，但是我说这种人就给钱银到。这个历史大战战后，中国兵啊来台湾，吼，迄电话亭暗时也无人在过，这边也无人，那边嘛无人，个电话机无，也都去啊。这个电线，甲你震，这挡好卖啊，钱奈无用卡吧。现在你去北，那个中国看，台北市的水沟啊挂，在中国发现，对不？这不是我在讲的 news 啦，向头乌去啊，都去啊，这台湾钱用卡包，其实台湾确实是一个报道，当时台北城，有英国兵35名，德国兵20名，当时的两个英国兵，还是两个荷兰兵，在荷兰时代的时候，都已经打赢50个中国兵。这有碰风无？我跟你讲一个事实：郑成功打赢荷兰人，对不？郑成功是用25000名士兵，这个数字应该恁猜出来。来打台南，台南的荷兰兵拢总1000名，阿妈打10个月，你还知影这个数字？你是不是两个荷兰兵都没打赢你50个中国兵？对不？就是2:50嘛，伊这是1000:25，为郑成功，郑成功是打赢，但是打10个月哦。大家荷兰人赶走，荷兰人赶走的时间，因吼讲嘛有要求，荷兰人讲，我的船要开去巴达维亚，为台湾吼要开去巴达维亚，就是即卖雅加达，荷兰占领印尼，那爱占领印尼，印尼有即个出产吼。香料，西方世界所欠的香料，所以伊迄个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总部是设在巴达维亚，设在雅加达。即派一个支部来占台湾了咧。台湾上最的荷兰兵，拢总是2000名。其实2000名散的吼，为贵人伫咧散到南部去哦，伫台南。我看嘛，无一千名才对啦。这荷兰人，甲这个，所以这个西方世界武力，人用枪，你用刀，枪甲刀边啊进，进袂赢。所以知影这个，这个，所以是有35名的这个英国兵，不得了。你知影迄个拍一支八国联军拍一支北京城有偌侪阿多个兵无？2000名，大概数10万名的中国兵拍个乱七八糟，走个离火个。即个故事拢袂跟恁讲，就讲八国联军，因有八国，那嘛得2000人，这2000人为倒来？这2000人是为在上海啦，在厦门啦，在各地的迄个外国兵安尼调调的去，去天津，迄阵加起来有20000名，但派2000人去打北京，北京都皇帝都出走啊，你知影？安尼国力是啷个？实在是无，实在是安尼，即摆在讲嘛是感觉讲，安尼啷个迄个程度？那个程度是孔子害的，
啊，那空住海，空住，我得看欧洲历史，欧洲的王朝，有迄个东罗马帝国，一个朝代2000年。啊，这个、中国的朝代，伊讲做25世，差不多碰红5000年，啊，那就3000年，所以每一个朝代100多年都换人啊，换人啊。啊，伊人那2000年，人的继承要做国王，一定爱成年男子，成年男子，哦，啊，这中国要做皇帝，那血统正确。老爸是国王的皇帝吼，啊，囡仔对是做国王，哦，啊，囡做国王，囡做国王哦，三岁，哦，啊，你去拜迄个三岁的皇帝，你甲三岁的皇帝效忠，是毋是你头壳歹去？咱即马阁想倒转来，咱头壳是毋是拢囥一寡迄个对一寡即个笨手艺？啊，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笨手挖出来给你看，啊，这叫做笨手，哦，啊，你的笨手就很白的拼一下，哪有那个拜三的，哪有老爸蒋中正的儿子蒋经国都来继任国王的位，哦，做总统，没那个事情，这就是中国的这个孔孟思想的遗毒。啊，考试，中国人也过一个考试。诶，考试是一个好制度嘛，耐派制度。但是，一出的题目，会一本子出来，一本子叫做四书五经，剩的你拢免读，天文地理、农业、工业，你拢唔免知啊，你干那四书五经会晓写。你就能升官发财，哦，我头一遍听到发财哈，是迄中国人来台湾过年讲，哎，恭喜发财，我听到个真气，是啊，迄阵发财真歹听，即摆听过来了麻痹啊，变做嘛袂歹听，好，哦，其实这都是去弄奴化去，奴化，啊，我会弄奴化。别人也是用奴化，啊，我本来不是研究台湾历史的，我本来在做生意，也还有一日看到这个报纸写讲哦，这个吴凤这项代志是假，哎，啊，我想讲我小学读的这个吴凤足伟大的哦，啊，那是假，吼，哦。那假，啊！那迄个假，迄，那个吴凤是一个配合的官啦，尔，迄官位是真小，啊！那较大的官吼，拢白擦。所以吼，想讲，啊，我头壳来去藏笨手，啊，我要改清这个笨手，所以我写这书吼，为荷兰时代一本，即卖迄本已经无啊啦吼，已经绝版啦啦，也不过瘾。啊，电视王朝一本，按京剧台213，奈比一三213年，吼，哦，啊，咱普通大家拢讲212年，啊，那我奈讲213年，我头尾年拢硬算落去，你袂使讲六占的较短哦，两占213年头尾年哦，满清剧台213哦，一位1683年。1683年，降价1895年，哦，单数对单数，所以嘛是一个单数，哦，所以213年，你落去加加减减啊，但是要加一啦，哦，你试看卖，哦，213年，啊，刷了底下，日本时代伟大的台湾人，啊，台湾人他都好伟大。咱拢去用欺负，但是在日本时代吼，咱实在有够伟大。咱这个伟大的台湾人吼，哦，为甲公益，这个是
美国的记者 James Davidson， 伊穿这个 tuxedo 是叫做燕尾服啦哈、哦，啊，坐马车为台北，哦，三个阿斗啊，去迄个水顶卡，水顶卡就是即卖的十字，啊、哦，日本兵已经为澳行到十字来，啊，要拍台北，啊，唔知台北的情形，啊，全请日本人入来台北。但是这个时阵，较早淡，哇，几点钟有，有一个罗汉卡。叫做郭先生，对啊，叫做郭先生，我今即马咧相片找无吼，哦。啊，这顾显龙啊，郭先生，人讲郭先生带日本兵入来了，我去调查哦，不是这个代志。日本人看到郭先生，咱台湾人讲，乃尊重郭先生，伊讲郭先生行去这个澳队，啊，迄阵下昼太阳真大，哎呀！手安尼啊，啊，都甲日本人敬礼咧。日本人讲，哦，遐一个人伫甲咱敬礼，所以吼、哦，大大欣赏郭先生。这个吼、哦，放屁，这无实啦。因为郭先生无法度为台北行个乌队去啦，行个水顶卡去，这是事实。伊哪会行去水顶卡？伊行去水顶卡，听伊讲，去水顶卡的时阵吼，甲日本人做报备啊，有钱通摕嘛？所以伊就走去日去甲日本人做保卫啊！日本人看到伊来，哦，伊讲代表啥？哦，啊，甲伊讲英语，唔知啊，袂晓讲。啊，甲伊讲日本，咪一个唔知啊，啊，无好啦，啊无，甲伊讲北京话嘛，听不懂。通通不懂，敢那会晓台湾话？请问日本人有推甲安尼，要相信这个人的话无？无可能嘛！咱两个读卡头有想讲日本人袂遐推啦。哦，但是郭先生那个升官，因为满清统治台湾的时阵，台湾人袂使做兵，袂使做官。啊！你注意看电视剧，那伫看清朝台湾兵的时阵吼，加电头下一个勇，勇敢的勇，这是勇的意思，就是不是兵哦，勇是地方的势力，地方的勇，吼、哦。啊，那做兵吼，拢外面调来，因为台湾人袂可靠，啊，这个。所以无可能是郭先生啊！啊，郭先生也阁一个，就是讲日本人感觉满清人对台湾人无好，所以我敢提拔一个台湾人来做大官，互恁看嘛。所以郭先生实在运气真好啊、哦，这是这样代志。啊，好个就是这样子。对啊，我讲哦。这中央也还有插曲。1945年，国民党的军队来了了后吼，把郭先生的仔郭振富抓起来。啊，你知影抓起来了后，郭振富安怎解脱无？伊吼提出来一张批，这张批是蒋介石写给郭先生，感谢伊捐款偌济钱。提出来，咱是，我甲徛甲恁共国个哦，所以中国怎解把放出来？
而且郭彦霖有巧的，有巧的所在。啊，郭彦霖的巧的所在也够有哦。这个为台北日本兵就来，啊，随着台湾人就组织地方的武力，包括德国造菜刀砖，跟日本人在下。啊，下上厉害的就是吼、哦，为京北新店大边拿，无迄个叫。去到宜兰这条路，拢在地空，日本兵无法度入去。啊，日本兵专想一个办法，甲郭彦霖讲，郭彦霖就去解决，郭彦霖就去甲这个所在统领，哦，一个叫陈秋菊，甲咱即摆陈菊佫加一字，不过这是打波的，那叫陈秋菊。不做过清朝的武官，哦，做过清朝的武进士啊，武举人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啊那做过清朝的官吼，大家拢贪污啦，吼、哦，伊该讲安尼啦，我吼、哦、鸦片的专利吼、哦，这个规个山区拢予你啦，是有钱通包哩，鸦片的专利，所以伊都吼，哦。新店找一个代理，哦，啊，景美找一个，啊，都按一个山区，一个山区，一个找，啊，都几条山拢该买通，啊，全都无抵抗啦，哦，啊，无抵抗的时阵吼，买酒，日本人全伫这山区吼，全开路，啊，开路了后，伊这大炮都塞个行，塞个山区内底啊。啊，无你大炮杀袂入去，你接袂赢台湾人。哦，啊，这个时阵，日本人来占台湾，咱台湾吼、哦、出现三个民族英雄：北部甘大师、简大师啊，迄淡水人吼、哦；中部瓜剃虎，哦；南部林小鸟。这是咱三个民族英雄，但是嘛，这个民族英雄吼、哦，拢无得这个忠烈士啦。忠烈士不拢拜咧咱迄落唔拜咧人，哦，你也想讲，这是咱的民族英雄。哦、这个啊，郭彦霖转安尼一个所在，一个所在吼，往个金枝收尾安尼吼，那么人嘛真巧。哦，啊，最近老个子孙来。明明有包红包啊，都冲啊无代志吼，即、哦、有得到真传啦吼。较近民政府呾看要安怎来处理，呾佫讲。即讲即吼，即、哦这个北白川宫能久的一个台湾了吼，咱定定看到即。这个为中国的、哦、是为一只龙，因为满清的国旗就是这只满清的国旗，就是青龙、蓝龙、细红珠，蓝色的龙、细红珠，所以为龙。西方世界为一只龙吼，这龙的嘴吼、哦、是透黑，哦，啊，这是因为黑。啊，这是伊这就是为这透水的这一个珠了吼。但是日本人要来的时阵，台湾有成立一个国，叫做台湾民主国。啊，个国旗就是这个，这只是什么？虎对，蓝地黄虎，台湾敢有虎？无嘛，台湾无好嘛，哦，啊，就挑工家咧画一只好，画一只好，就是讲，蓝地，我也阁是满清的，哦，啊，画一只黄虎，所以这吼、哦、不伦不类啦吼，即、哦、马看起来实在是种、哦，一寡无知识的人画的吼，无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就是民主国的报应。民主国哈、哦，啊年号，这嘛是袂甘咩？
永清什么意思？永远清朝就是无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因为奈无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，都是伊是晚清的庶民，哦，啊，也要做晚清的清国奴啦，哦，所以日本人立马抢过路，就是讲这晚清的人哦，抢过路，啊，晚清的兵啊，哦，看到。驻守澳队清兵有三亚林茂、玉清人，这个那叫做玉。三亚钱啊，五百人，三五十五千五人都真清楚啊嘞吼。那玉清人，哦，这个有学问。这个晚清的官吼，你若要做官吼，你都爱迄个，要发这个兵饷吼，和这个兵啊薪水。啊，予伊牛心嘛吼！啊，我即赢，我报五百人，啊，其实我得三百人啦咧。啊，两百人的薪水加迄条牛心吼，我包去。吼，我赢就包去。吼，啊，即摆话要战啊吼，临时吼去拉夫。哦，你知影讲中国吼，国民党的兵啊人到高雄嘛，去个高雄人掠去做兵嘛，路上看到。少年抓起来，给送去中国做保卫吧，吼！啊，这个代志清朝就是按这做，啊，玉清人就是讲有五百，可能五六百人、七八百人无去啊，吼，无迄个数字，啊，所以因家己数字无去吼，所以伊就惊，所以就走路，吼，所以伊四散西界逃亡，就是讲哦。早就不可以躲崩了，哦，啊，这唐景崧是台湾的迄个巡抚就是讲省长啦，吼，哦，唐景崧吼，做外久的，这个看国人失守了吼，哎，伊就较紧，哦，一转吼，甲所有的家眷吼，拢吼早就该送去。送去中国啊！啊，我做这官吼，哦，啊，嘛个钱吼，较紧运去中国，哦，回去中国，军费个回去家己靠做，哦，这就唐景崧。啊，讲这个台湾上有钱的吼，邦桥林本源的这个林维源吼，哦，和人做台湾民主国国会议长的林维源吼。第二天吼，独立了，第二天就走去厦门啦。哦，中国人就是安尼就走去啦。啊，资金40万纽银回去上海。哦，啊，买酒这个唐景崧吼，全走路哦，啊，坐德国的船吼，走去厦门。哦，这个物件是参阅 James W. Davidson 对。是太多啊！咱有一张相片有人看，就是美国的《前锋论坛报》的记者，哦。所以这总统修国干了14天，就走啊！啊，咱即番即马总统已经修几天，哦，咱做些联想嘛，吼，哦，即个唐景崧修14天，哦，只看伊就好。啊，讲到屈宏家，咱对屈宏家印象嘛袂歹。哦，啊，屈宏家到底是一个人哦？哦，啊，大家拢走的时阵哦，伊想到伊讲哦，此地非我葬身之地也。这个所在毋是我大所在，须便即早去。父母在世，应求自己平安。这个吼，修国吼，29天的副总统，卷带公款10万，走去广东嘉应州。这是连晋东的老爸连横下海台湾东署，下公逢甲乙甲款已去，货源近10万元。这连晋英阿公讲苦讲价，你
讲听讲一个大学叫做皇家大学的，看有这个闹亏嘛？皇家是这款人，皇家这款人，还佫会使做皇家伊的名师大学，即吼托个派。阿姨就说一首诗真出名，宰相有官能割地了哈，孤臣无力可回天，便都去做吃鱼子，回首河山亦黯然。哦，这晋书确实有文采了啊，但是落跑的了哦。做台湾的副总统哦，走。但是其实在台湾当时已经领先。咱的设备已经领先中国真多，讲铁路，头一撮铁路哪会在咱台湾里去？中国人有钱，哪会不爱去上海去？哪会不爱去北京去？哪会要去迄上台湾？为北门吼，去到贵人，去到贵人啦吼，啊，贵人的古早名叫做贵人，奈安尼？因为先一撮铁路是伫。在上海也要去，去好啊！啊，火车在行，碰撞、碰撞、碰撞、碰撞，哦，哇！中国人迄迷信，嚯、哦！这、你这、这火车这么大哦，阮阿公、阮阿祖伫地下的无吼，拢互你插钱起来，袂使，拆掉、拆掉、拆掉，啊，就拆掉来台湾待，啊，来台湾去，所以台湾到有全国头一抓的铁路，就是台湾为。台北北门去到这个去到这贵人啊，但是在去的中间各有一个插曲，这个去到那个七渡，坐七渡桥跨过贵人河的时候啊，爱乌桥墩呢，才发现到吼金啊，在咱的七渡也发到金刷啦。啊、金山哇，发到见到金山了了吼，一日吼、哦、都有3000人来学洗金啊！啊，哪洗就哪点头，哪洗哪点头，就洗到高分那去啊！高分那快发见到金矿、哦，啊，金矿啊，我有解释，当时的钱吼、哦、来换算吼、哦，一日这是十年前的计数了。现在都要再乘200-300吼，一个达波人挖到多少黄金呢？至少13000块，啊，较侪18000块，啊，嘛有迄个公司一日收入200万，哦，啊，这是十年前我写字的介绍，啊，十年来这黄金起300嘛，啊，唔就13000，唔就变做，3000-39000，都40000嘛。哦，啊，你若18000的300-3，哇、哦，还算咧贵只。啊，大部有钱了，啊，转安怎？爱开嘛，对不？啊，爱开都查某人都来，所以啊，恁今仔日一个人看到咧高分呐、啊，迄、那个吼，迄、哦那个。这鸟不生蛋的所在吼，遐够吼，不夜城呐、啊，暗时拢是酒家啦，吼、哦，那高分的那遐兴，都是因为有金矿，啊，金矿了后，挖完了后，也够有碳矿，哦，啊，所以，迄、那个所在都是真闹热，人叫做小上海，还是小香港。这是铁路的部分，啊，咱台湾嘛是清国上早有电报系统，啊，嘛有上早有电球啊，啊嘛是上早有电力公司，哦，这是台湾进步领导的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是如李春生，会晓讲英语的李春生，哦，啊，郭先生。哦，啊，即我头拄讲过，即是三个阿督啊，三个阿督啊，就去个个日本人见面，吼、哦，啊见面讲台北城乱七八糟，啊日本人就问伊，
即个你沿路沿路吼、哦，电报线吼、哦，有去用切断无？伊讲无，哦，啊，铁路断去无？无，哦，啊，伊嘛甲即个讲即个问题吼、哦，去问即、這个。郭先生，啊，郭先生也答案，所以郭先生是单纯要来骗，要来领赏金的啦，吼，所以简单，郭先生是简单的代志。哦，啊，这是 James Davidson。啊，这张图吼是日本人画的吼，这个所在吼，放门城，接水钓个同款。即阵的放门城还阁同款，哦哦，啊，当时的厝当然无啊，啊，临兵即个无人抵抗伊嘛，哦，欢迎日本兵即个，因为满清兵他们只作乱上久啊，哦，啊，大中条的码头，哦，你知影，迄个时阵，咱还阁起吼、哦、三层楼的洋楼，哦。啊，即马大中埕的码头，即马变做安尼，哦，这是最近的，即奥多拜伦，你都知影最近的代志哦。那个台湾人不爱满清，啊，欢迎日本人，这爱讲一道理好听，因为满清占台湾的时阵规定。满清的兵官员三年一任，哦，你干来用做三年，所以咱有一句古早话叫做“三年官，两年满”。啊，两年什么满？啊，六弟啊，得个满满满，哦，不是任期满，六弟啊，就两年你都爱乖个满，哦，三年官，两年满。啊，要达到三年官两年满，都爱做什么代志？都鼓励你吼、哦，你袂使发生有抗清的行为，来甲清朝来输赢、哦。啊，都爱鼓励恁来对小台，来对安怎小台呢？伊甲台湾人分做几啊种，俄罗斯人、客人啊，恁落去小台，这叫做闽客斗。安尼还阁袂算，即葫芦人还阁分做漳州人甲泉州人，一个漳泉斗，吼、哦，就两种啊，还阁有嘉义官甲彰化官落去台，县级斗，还阁同姓斗、异姓斗，即、这个姓里面甲姓陈的啊，恁落去台。哎，一个一个叫做客客斗，什么叫客客斗？客人抬客人，伊嘛甲你分话，啊，客人嘛是去抬。哎，一个同业斗，即一个咧民间族群械斗，啊，你若愈抬，你就反清的力量就愈薄去。哎，啊，即卖有同款无？即卖嘛同款，差不多做甲分话，哦。通过分化，所以咱要注意，卖去用分化去。哦，啊，分化的方式真侪种，哦，东西安尼。所以三年官两年满，啊，奈实际的来台湾奈做官做三年，这什么道理？本来满清摕到台湾的时阵，吼。1680年，西隆拍倒陈胜公因一派的吼，郑克爽了哦。哎，皇帝讲台湾，康熙吼，康熙皇帝讲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。伊讲得到也无加什么啦。啊，阮都吼，满清的人都无够汉民族的一趴细人。啊！就占我一百八大诶人吼、哦，阮家诶迄落吼白痴拢去恁遐做馆长啊！我计摕着你这台湾要创啥？得之无所加嘛！你还知影哦？拍输满清人是真未见晓诶代志哦。拍输人口是你一趴身诶人，啊，拍输佫
搁互做人诶奴隶268年。好、哦，你看卖，这孔孟思想看有偌毒。好、哦，啊，一败地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剩。但是啊，怕这台湾的这个西龙哦，哎，伊想想也袂使咧，伊甲皇帝谏言。啊，要安怎改变皇帝思想？哦，伊就讲，他一条台湾乃沿海四省的屏障，对沿海四省，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四省的屏障。啊，这皇帝知影，你加讲是无效。伊讲第二条，三年一任，死之无久任，派兵派官去到台湾。三年官，互因做三年，互因无法度做久。这皇帝知影你在讲什么？因为当时三藩之乱，哈、哦，三藩就是哦，这个三藩哈、哦，跟金钟啦，什么吴三桂哈、哦，尚可喜啊，因他们浑然作王哦，做十年就开始翻身了嘛，啊，所以一定要三年，嗯，最好，但是下卡过一条，不准西眷，袂使娶无法进去。满清所有来的官员，所有来的兵马，袂使娶查某来，你袂使带家眷来，要创啥？家眷放喺中国做。人质丢，哇！咱这边绝对赞嘞。这做人质吼 ，hostage。你做人质的时候，你若犯了，我都为恁无杀咯。啊，但是这个有副作用，这副作用就是有长山公无长山妈。啊，当时咱台湾民族都安尼形成，本来查甫查某若要移民的时候，拢会斗阵来。啊！但是清朝的时候，你无都到底来，哦，啊，来拢达波，啊，这个台湾的平埔族是母系社会，查某是家长，家长的财产传予查某的，无传予达波的，哦，查某是家长，啊，你达波来是互我招，啊，互我有囡仔通生。你达波的作用是安尼，哦，这叫做男奴啦，这奴隶啦，啊达，这汉人达波嘛甘愿，哦，啊都有某，啊讲娶一个某，看下实现天公作，讲我娶一个某我真嘞，哦，所以这个兴盛台湾民族，到个最近，这个马街便宜。林玛丽研究讲，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有80%是平埔族的血统。我头前看我无啥相信，但是我读即个书，我知影讲，哎、欸，伊讲的有确实，咱80%咱拢有平埔族的血统伫。哦，你我拢共款，哦，所以三年一任。啊，刷落去，阮日本兵登陆了后，全落去拍，啊，就拄着台湾的抗日的兵啦，吼，伫三峡拄着一阵啦，吼，啊，咱咯，啊，这是日本人画迄个日本兵伫山林中间的作战，吼，啊，啊，客人这个时阵嘛，徛喺台湾人的立场，吼，伊有几个人，吼，这几个人。江少主，新竹北部人，即马北部有一个江仔，就是伊个因祖先的厝吼、哦。啊，吴汤兴、徐湘吼、哦，这东西当时的即、這个来民族英雄吼。啊，这是因当时的查某人吼。诶、哦欸，啊，当时1895年诶，迄阵有相片啊，迄阵相片有翕相啊吼。啊，吴汤兴吼。哦
啊，日本兵专派现代部队进来，哦，当然咱台湾人都怕输，哦，所以三峡中分碑这是后边人吼，他们遐起，哦，但是在建的时候发现到哪会打中国这么简单，打台湾这么困难，日本兵就去研究原因、哦、日本的那个去研究、哦、拄到对手都是拿菜刀就要给他剪、哦啊、怎么这样，所以去调查、哦、有调查一本报告叫做台湾古怪旧惯旧的习惯的调查、哦啊、调查的才知道什么意思，就是这个孔子实在有够伟大，这个完全有法度裸化汉人哦，268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孔子也头前，你来拜孔子就是来拜我忠君嘛，爱国嘛，这个孔子说的嘛、哦啊、所以哦当时这个发现到哦，日本人自己做不到，他刚刚来台湾的时候，在台北的这个总统府旁边有一个法院旁边有一个一路中那个所在，有几千平的所在、哦、是孔子庙，只起14年而已，来拆拆开，孔子庙不好嘛，日本人一来想说孔子庙不好，马上才知道说、欸、孔子实在伟大，那利用孔子来叫他们这些人大家都做奴隶、啊、就大家都会去做奴隶，就孔子好用啊，啊这样的事到了1925年、哦、不知道你随头前去任的那个总统、哦、跟孔子不听他啥，第二任就去孔子庙嘛，没意思，到了1925年，就是占台湾30年了后，才叫郭先生去大龙峰起一间，所以现在孔庙就是大龙峰起，在大龙峰、哦、就是这个孔子庙就是要裸化台湾人的所在、哦、所以咱大家要注意，咱不要去裸化去、哦，伊这个水亚尊，这是正讲内政部长，哦，伊报告，伊讲台湾在统治阮诶时间吼、哦，有两大阶层，一个是属心，哦，啊，一个台湾本地人，哦，啊，属心佫分做两种，哦，啊，拢用个长山人叫，哦，还佫一寡中间分子，哦，一寡咱看起都好啊，哦。所以吼、哦，一建议哦，留下的士绅将我会成为我皇军的鹰犬。要做了别啊，就一挂人。哦，所以咱即马那阵啊，民政府来执政的时阵，爱注意虾米人是做了别啊。本地人哦，也得过到菜刀就去给剪，甚至妇孺也参加，哦，就是查某人也才来参加，哦，查某人来参加的时候，伊讲当时来讲来吼，本地人甲长山人是同款，拢来中国，但是来台湾因为差别待遇，哦，甲即阵同款，即摆呐。农民哇，迄啰一个月唔得，你爱几啊万？啊，咱农夫要摕补贴来了300多块，哦，这都是差别待遇了哈、哦。这是
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这类，哦，啊，甲是征台将领，1895年8月，哦，啊，大家拢老翠秋吼，这些拢老翠秋，啊，这个吼，马秀做第七任的台湾总统，哦，啊，死在台湾，哎不，啊，破病在东京死去，但是伊的遗嘱讲要待在台北，要待在台湾。啊，全伊个尸体全搬转来台湾台，台倒位呢？台南京东路吼，台北南京东路吼，迄路13号公。哦，即马叫做13号公。啊，迄阵是日本人个公墓。哦，迄阵迄个所在算讲郊区啊啦，迄日本时代迄个所在算郊区。啊，郊区原中国难民吼、哦、1945年的时阵来的时阵咯，来个一寡吼，里里国国的迄个中国人哦，啊，就踮咧住喺王阿婆的顶头，就去起厝起个。哦，到个黄大州做市长的时阵，大概13号公清去。啊，伊即个无得去台三支的即个公墓来对。啊，即马讲台湾的清朝的军，上重要即老英福是黑旗军，是中国常用的一支军队，黑旗军吼、哦，甲法国战机吼，黑旗军哇，咱看讲伊话用的，伊吼、哦、在10月初8透过英国领事吼、哦、提出和议两条件。啊，华山之计吼、哦，就甲批交予苏联官，讲你去处理。苏联官回批予老英福讲，你若为耐心回悟要投降吼、哦，你爱来我的军门来我家甲哀求啦。啊无，我就不爱插你啦。啊，老英福透过英国人甲北白。川宫能久亲王讲吼，想要扩建，干那台湾人而啦，迄长山人拢无要甲你建啦，台湾人代表甲你建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老英福，哦，这是，加在咱也有这款相片啦吼，阿姨吼，加些阿婆浪客，阿婆浪客是啥意思？伊吼。伊想要走，为安平港要走，啊，化妆做阿婆啊，啊，为港口街吼，爱看过船吼，爱滚爱浪起来，啊，浪起来啊，爬去，叫做阿婆浪港。所以咱台湾人讲阿婆浪港，哦，咱即马即句阿婆浪港是真通俗的字话语啦吼、哦，就是在讲阿要酸啊啦吼，即、哦這个要好浪啊吼。哦专讲你食饭，伊都浪诶，都走啊，了吼，啊都浪，啊奈浪，穿裙毋知爱浪，叫阿婆浪讲，就是讲老英雄哦，阿婆浪讲，啊，国讲一项代志，日本诶主将哦，北白川宫能久哦，叫台湾人抬死，啊安怎抬死？咧10月28日，哦。突然宣布丢掉巴拉利亚49岁，但是啊，其实伊是吼、哦，徛要到肖人今日家里伫义德为林拿刀行吼、哦，和移民吼、哦，往个德国吼、哦，到菜刀啦、镰刀啦吼、哦，为头壳开扑落去。啊，不如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是日本皇帝天皇的堂弟咧吼，啊不如啊老费啊要一段死，啊死去吼、哦，当然日本人吼、哦、要求家己的民主吼，就讲死的疟疾啦，堂家家死啦，毋是予台湾人害死，啊其实是予台湾人害死，因为另外一项证明就是吼、哦。伊啰，即个吼，伊去入去张张厝就伊，
遐计遐拄啊有一间大间厝，啊张厝，啊就入去都就伊。啊，这张厝买就这张厝的人吼，嘛去做个台南市的议长，唔知道有啥人知议长姓张的无？哦，哦，啊，伊这个日本人吼，全哇，唔知啥人抬咯，看到人就抬，啊，所以。小人溪到文水桥吼之间四五公里溪水拢是废啦，哦，所以吼见着人就乱抬啊啦吼，哦，啊日本人为着纪念这个日本的这个在海外战死的亲人吼，起一间庙叫做台湾神社。台湾神社在倒位？在咱即阵的宜山大饭店。买酒银山饭店去哦，去哦，这个宋美龄站去吼。另外，这神社啊，一座落来，啊，啊，过来啊，这座桥吼，迄阵叫做交河桥，还是叫做平地桥啦，吼，哦，啊，买酒中国人来叫做中山桥啦，啊，买酒看袂衰，都甲你听一下。啊，搁做一项代志，做一条世界级的一条路，就是中山北路，透到宜山吼，啊，到个这个南门吼，哦，罗索路吼，啊，这条路滴滴滴，啊，这条路叫做三线路。啊，请问，什么叫做三线路？中山北路，那叫做三线路，有快车道，有慢车道，有人行道，三线，哦，啊，佫种树啊，啊，所以当时的台湾人，到个讲好，不是讲好啦，到咱战败吼，1945年以后吼，这树啊拢大长起来，这个所在吼有树荫吼。这是约会的所在，所以咱台湾歌有一段三线路，我唱给恁听。哪样唱，大家斗阵唱。日色照在三线路，风吹微微，等待的人。那未来，就会存啊，怨叹月明。这都是咱台湾人吼、哦。你也知讲，那有这条歌，就是有三线路，遐约会的好所在，哦，这。就是跟这个台湾神社，哦，这有关联，哦。好，我即摆想要讲一项，这个是1895年，日本人来打台湾，台湾人口300万，台湾36,000平方公里。日本人开76,000名兵，哦，开6个月时间，打拍到台南去。干这项代志，过35年了后，1931年，去拍中国东北。中国东北人口是咱的12倍，哦，啊，12倍是300万的12倍。土地是咱的36倍，兵力一曲用1/4的兵力，20,000名兵，日本人打中国东北20,000名兵，啊，实际上开3个月的时间，都甲中国东北占来，啊，即马有一个问题，那主要住喺中国是台湾人的时阵，日本人爱开几年？这都是人口都12年嘛，哦，啊土地，个，哦，
伊这六年嘛吼，这六年啊，这个十八年啊，就升落去嘛，吼、哦，616,688就100多年嘛吼，啊，个这个升四倍嘛，你平台是四分之一嘛，啊，个升两倍，哎，200多年啦，啊，你看咱台湾人有伟大不？所以咱伟大的台湾人，啊，今天就讲到这，感谢。